你好，尊敬的红酒赵长燕，英哥，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英哥呀，我想跟你细唠一下这个教材的事儿。怎么的？你蹲级了，到现在还念书呢？没有，毕业了，但是我还是在干这个，我在干着一线教学的活儿。啊，你是老师？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我先问清你的位置，你是老师？对，没错。教哪科的？高中化学。高中化学。给我们讲一下三氧化二砷是啥？砒霜嘛 ,0.1 克的致死量。啊好好好行，那多少懂点，来说吧。那玩意儿要中毒的话可以用锌制三氧化铁。别散布谣言，别散布谣言，你看着快点说你的事儿吧哈。就是我首先我说我的观点啊，就是大漂亮的确有很多教材做的是比我们好的，但是请列举。谁要是拿这列举，那例子。咱先网上查一个，感谢恰恰热气球啊。那你先请列举一个，我现在打开一个。比如说那个史比方说比较好的有那个史密斯教授的那个不是就那个有机 organic chemistry, 但是我忘了是谁的了。但是我要说的是 organic, 我听我把我观点说完。不是、咱先看看。我去截去。organic 谁是那个史密斯的教材。organic 史密斯啊。不是 organic chemistry, 那个编者是史密斯的。chemistry 是啥意思？对，是有机化学 ,organic, 有机的。有机我知道，我天天我跟美国吃有机胡萝卜。那个 chemistry 咋拼呢？我有它的电子版，对吧，就有机化学，它就那个。这。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并不能上升到说咱们村都不如外村，这个其实很好解释，就是人家起步比咱们早。organic chemistry。这没有什么。这个 chemistry。这本书对，就是，但是它有好多版本，就是这不是本书啊，哥们儿，这是个名词啊，电子版。对，但那个教材就叫，反正那个他那个什么 Janice 什么那个他那个就反正他那个作者是威廉史密斯啊。对，就那个 UCI 就 UCI 的课程在用这本教材啊，我也是跟着 UCI 学完的有机化学。行，然后他怎么体现的比咱们教材好？就是他把这个和很多基本的那个化学原理就是联系起来了，包括他对共振杂化。那其实我怎么跟算了，我给你解释另一本教材，另一本教材我忘。我好不容易找着你不讲那个了。就是他把，就是他，怎么去说呢？就是包括那个课程，就是这本书配套上那个课程，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我有一个徒弟的。他第一年考研的时候才考了278分吧，不到那个国家线。他有机就是跟他说是这本书吗？对，但我用的是第五版的。啊，是亏得我认识英文，不认识英文我先讲大闸蟹烹饪方式。啊，完了呢？完了就是这么着，我举一个就是耶鲁大学基础物理的课程，就是那个山卡教授。他当时就是其实他们那个外村的教材就是对咱们，其实您说的对，就是他难度上未必有咱们难，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它会帮你构建思考这个问题的整个体系。就比方说啊，就那个耶鲁的那个，我管他叫黑老头啊，就是那个山卡教授，他问过一个问题说，如果你要和外星人交流程度，你用什么为单位？用米吗？用米是不行的，因为米这个程度是咱们人类定义的。英哥，你知道答案是啥吗？啊，答案是用英文为单位。不能用英文，要用氢元。不行，那根据美国人拍的好莱坞片，外星人来了以后肯定会讲英文的。去纸上美国，地球指定旅游地点。不是，他这个主要是就是他是想讲，就是最后他的答案是氢原子的半径，因为宇宙 90% 以上的质量都是由氢元素构成的，所以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你用氢原子半径作为单位长度，你去和外星人，你确定外星人知道啥叫氢原子吗？那个只要他发展到高级文明，他是不可能不知道。我说实话吧，对于这个高级文明这一块吧，虽然我学识不太高，但是首先呢，他不是真的在讲外星人，他是在做一种思维上的锻炼。首先我认为呢，就是咱们先不要过高的去估计就是外星人的这个思维，虽然我们一直都是以自谦，地球人都是以自谦为这个基本核心，但是我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外星人也挺落后的，要他早不就来了呢？这是重点，不是因为咱们现在没发现外星人嘛？重点不是 是重点不是在外星人上。就我只是好奇，就是首先语言沟通不了，你用氢原子半径，你上去干啥标拼音？氢原子 half 径不能。没有，不是这个重点，是因为在理科教学里头做这种思维，
啊，我们并不是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和真的要和外星人交流，而是通过这种思维实验来加深我们对一些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理解。啊，这是写书上的啊？对，他在课堂上随口提到的，因为他有两本书作为他的逐字稿，就是我们把它拿下来，还有就是书上写，我们跟外星人如果交流的话，用什么做计量单位？对，他讲的原始知识是为什么？对，所以这个比国内的好。不，这只是举了其中我讲太专业的例子，就是不是？那你要我说实话，你要怕我听不懂，那你上来上不上下跳？你整这书干啥呀？你看问你还你还不乐意说，咋？你等我给线下给交补习班给你交课钱呢，哥们儿？没有朋友，那你上课呢？你不说那我现在不明白。我现在是一块嘎嘎干的海绵，我现在想吸取知识的水分，你怎么一口不交呢？不，那这么说吧，就是。咱举个例子 啊，假设就是我一直跟学生讲的，就是假设知识点我们把它比作音符啊，那么就会有一个很显然的，这个知识点之间的音符不重要，音符的联系方式很重要。你这同样的音符，你不能说我讲课啊，哆来咪发嗦拉西我全了，但我是乱弹的。就是如果说音符，你要说音符这一块，你说到我专业上了。这个我大概能听懂，我是拉米骚吗？对，我是这个，我就是说，就是我现实，我现实音乐毕业，我现实音乐毕业，我给你整个拉米骚，老师，你看我整个拉米骚，动它啊！你接着说，就是音符如果精巧连起来，就是我们听懂音乐，或者说我们能记住一首歌，我们绝对不是背五线谱把它背下来的啊，而是当这个音符精巧联系起来以后，这个我们哪怕不懂五线谱，我们第一我们能欣赏。第二我们也能很容易把它记下来。没有人就算是懂音乐的，你让贝多芬，如果说我哆来咪发老师我问一下，你班里面学生平均成绩啥的跟同龄孩子来讲应该是挺那啥的吧，像你这种就是开眼看过世界的老师应该挺好的。我不属于开眼看世界，就应该。但我说实话、这个、我上高中的时候啊，不是我上高中，我上初中的时候有化学。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讲话一讲课我们就睡着了。像你这么有见解的就是举这种例子啥，其实我这我真的属于有见解，但是。那咱教的学生怎么样？没听我说完后半句。就是为什么必须得听你讲到就是从盘古开天讲到西游记取经成功中间不能提问。那没有。对，那我就说咱反正我的学生我有十天把三十分的交到及格的。把答案给他了。没有。不是，那咱平均成绩来讲，咱教的学生跟其他学校的，比如说同等高一高二的这种这个化学的学生，就是成绩来讲怎么样呢？因为我的情况是我读研，然后给导师不是老师你就不能说你说我教的这个化学班是全世界第一名吗？我现在还得机构。那没有，但是有。这么反正我自个儿的徒弟，我让他从200分半年考上过东师，半年时间从278分考上的东师。东师得多少分啊？考研的话得，这反正就是考研他这年358分吧。他其实考的是北师，但是他英语不听我的，非要自个儿学，他单科差了两分。啊，他英语他非要自个儿学，他就是278的英语是考到350是不是？就是考研满分500啊，就你把你徒弟辅导完了以后，他打了80分。对，但是考研满分才500呀、啊，而且他专业，他两门专业课可都是高分，专业课一135，专业课二118，就是他还是把那个密度最大的金属和熔点最高的金属给整混了，一个是铬，一个是钨，他把这两玩意儿整混了。啊！不过英哥，你能不能听我把这，我就是我观点后半句说完，就是这个，我认为外村的教材好，就部分的教材好，并不能说明他们村都比咱们强。就像曾经他们科技起，只是他们起步比咱们早，咱们过上十几二十年，咱们也可以做出来他们那样的教材。这才是我想说的核心观点，就是谁要拿这事儿来说咱们村就不如外村，谁就是纯驴马烂的。就像二十年前这起步早它就是有优势啊，但是咱们现在撵上来了，而且咱们以后会做的比他们更好，这才是我想表达的核心观点。但是的确就很多他们上头这个组织这个联系知识点的方式，就像我说的音符精巧组织起来，它就会变成音乐，就会好欣赏，就会容易记。的确我和他们学习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组织知识点的方式。如果说举个英哥你能听懂的话，就比如说讲晶体结构，
就以前什么经包呀什么的，连我都看不懂。但是我的确在一本无机化学教材上，谁给踢了？哪个管理这么欠呢？来，那个化学老师，你再点上两麦。哪个管理手这么欠呢？我说话了吗？啊，来，你接着说，老师啊。就是他讲他举这个引入的例子，就是给你九个一模一样的小球啊，当时他是25个，后来我给他缩，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就缩减到9个了，然后那个把它放在一个框里，你是就是整齐的对准了，就是横平竖直的那样落，它的空间利用率高呢，还是你把第二行的球插在第一行球的那个空隙里，那个空间利用率高？以前连我自己都不懂密堆积和非密堆积到底是咋回事，就真的是我属于那种比较笨的，就是我哪科能学好的一定是遇到这种特别会教就是这种傻瓜似的，结果这里一下子瞬间我就任督二脉打通了，真有这感觉，真有这感觉。 嗯， 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在这个基础上做了改进的，然后他因为他是讲到二维的，我一想，然后他从二维到三维，这个简单立方堆积、体型立方堆积、面型立方堆积和六方。老师，你的后半部这么长吗？你现在是贪食蛇，除脑袋后面全尾巴呀？啊，啥意思？你不说让我把后半部听完，你的后半部这么长吗？没有，就是、你看我前面我以为听个头，后面尾巴也一样长。你这跟老贪食蛇，除头全尾巴呀？就是他能想到，就是这种用球把这几个球这种比较生活化的这种引入，的确是就有时候就差这。啊，就我自己球也说，很多时候就差这临门的一脚啊。行，就是这种关键的你表达完了吗，老师？嗯，反正表达完，就是我觉得是、啊、他们这是好事，他们的确有好的地方，但是原因是因为他们别再继续套之前的这个 buff 了，咱先说完事了没有？嗯，差不多吧。好，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看你知不知道？一，在同等年级下，大学之前，美国化学课几年级开教？那个我就不知道了。美国高四啊，美国高中四年级，美国高四毕业考的化学题见过没有？反正我看他们 MIT 的公开课也比较简单，属于高中。MIT 还是高四领域范围内吗？不，我说的就连他们的内容放在咱们这儿也属于高中的水平。不是你老忙躲啥？你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啥？哎，别是你老防啥？我没说那个的。我不想被当成敌，我不想被当成敌方误。那你搁这你叭叭完了以后，我问你两个问题不行吗，哥们儿？啊，行，对不对？哥、那个，你问。美国高中，你现在讨论的是高中吗？对不对？对，美国高中化学课学啥？你告诉我。我不太了解，但是这对我来说啊，这我不太了解，对我来说无所谓。好，我再问你，近一百年化学诺贝尔提名奖，知道美国占几个吗？嗯，没有几个，应该是德国的。二十世纪初，德国咱拿美国教材吹完了以后是唠德国，哥们儿，人学德语跟美语都不是一个体系的，好吧？你要好的话，你要说那个近代化学，那还得是在德国呀，什么普朗克呀。就是那些，当然，因为量子的那个出现，帮助化学的物质结构，有没有一种，就是老师，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一抬手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没问你德国，你忙啥的呀？对，我知道，你整那出干啥呀？近一百年，你这出你就前面给我讲的是有点像啥呢？比如说啊，你说的其中道理我是听明白了，就是比如说他在教学上面的一种呈现方式。对， 对，就是呈现，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呈现方式。首先，你刚才说的这本书，是不是美国教材啊？反正你要说那个有机的嘛，那个有机的。你别老着急反正六正的，老师，它是不是美国教材？啊、咱就当美国也有九年义务制教育吧，它是不是美国高中学校的教材？你先告诉我。那不是。完了，你再拿外面写的杂志跟咱国内应试教育的这个教材去比。你说你看人家写多有趣，老外来了以后不会说，不是有趣。你老师，你搁这唠啥呢？你搁这儿啊？你咋的了？这属于今天周五放假了，明天周六周日没有补习班，你是属于困懵着了吧？睡着了？
你拿外面民间写的教材跟那个国内的这个上学的地方教科书教材你给我比上了，完了人家外面写的那个教材哥们是啥水平，是大学的那个属于化学参考书，你拿美国大学化学参考书跟国内高中上学里面正常课本你给我比上趣味性了。老师要说你不是趣味性，不是趣味性啊，这个不是趣味性的事儿啊，就是说属于什么什么什么树杈密度，你刚才说啥玩意儿？树杈密度是这意思吗？没有说，就是这个在容易入门的这个程度上，在容易理解的这个程度。不，老师，我现在我还这本书我还没看呢。其实你要是因为啥呢？这个点吧有点早，我搁美国呢、就是有点粉丝。有点高端化学的这些 PhD 这些的，你要是实在想呢，我给你就拽上两个唠唠。但是就教材这一块，你就回答不了我。你这本书是啥？是人大学考研参考书。完了，你一个教高中的，你跟我说跟你的高中课本上不如人家的，那我说白了，你不如直接说了，那就博士写那个论文就是比小学田字格写字要密，你这不滚刀呢吗？老师啊，你双标了。不是双标，这个。这还不双标，咋双标啊？你对咱家学生是不是要求有点高了？高中没毕业呢，你拿人家那个考研究生的那个课外选修那个课外参考书，你把这都加，你是不是有点严于律己了？咱就说这么严的话，学生啥成绩啊？哎，没有，这英哥，你知道现在高考化学的行情吗？你知道最近这个气候变暖会导致？说白了，你这讲话了，十月份加不开空调，你是咋脑袋受潮了？下趴会儿去吧啊！我再留你搁这唠，说白了，现在屋里面有领导，我再留你搁这唠，你容易挨喷。我不是那种极端的人啊，我就说你这个比较合理不合理？感谢唯一的跑车啊，咱就说你这个比较合理不合理就行了。不是你自己啊。